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早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中国国际冰壶精英赛中国公开赛决赛日的转播。那么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这场冰壶比赛呢，是女子组的团体决赛，现在双方马上准备开始比赛的对决了。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之前啊同样分在甲组的两支队伍之间的又一次对话，哈尔滨市队和哈体院之间的直接对话。在之前循环赛当中呢，哈尔滨体育学院队是以2-10的比分输给了哈尔滨队。双方在半决赛当中都是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又一次是在决赛当中相逢。哈体院的一垒江春梅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投掷，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最终是放出去了。这一次比赛我们使用的还是国际的冰壶规则，不过相应的将10局比赛缩减为8局，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更多的偶然性吧。其实一直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整个冰壶界都在探讨如何让冰壶比赛变得更加精彩，让比赛制作出更多的悬念。这一次的话，我们选择是8局制的比赛。第一局直后手的哈尔滨市队，第一次投掷选择了在三区去来站位。一垒马静怡，这也是咱们国家队的选手了，平昌冬奥会的一垒。站位壶停留在1区、2区之间，2区的位置是一个比较高的站位。两颗站位壶呢，分别是一左一右，这样的话中路是有很大的路线空间的。这颗壶应该是要藏在刚才的站位壶的后面，停在大本营当中。一个站位，一个进营，这是很标准的开局。没有完全的藏住啊，留出来了半个头的空间。哈尔滨体育学院队的二垒李贺，在2019年获得了全国混合四人冰壶锦标赛的冠军。我们依然使用的还是5壶制，就是说一开始的前4颗壶在站位的时候，另外一方是不可以把它击打出去的，包括不可以把自己的壶击打出有效区域之外，但是进到了大本营当中呢，就可以正常的击打了。哈尔滨市队的二垒姚明月，这壶也是放出去了。哈尔滨市队前3壶有2壶力道上显得都是稍微大了一些。对于冰壶比赛，不光是你投掷的技巧、击打的技巧，其实读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比赛都会在一开始的前2局，大家慢慢去找手感，去来了解现在这个场地上冰面的情况。打定，
说的是打甩，但是稍微厚了一点。哟，看这一下，还不错，还不错。稍稍大了一点，没有太用这个投掷的一方直接去刷弧。哈尔滨市队一开始的几次投掷啊，三次呢，都显得力道稍微大了一些。看来今天整体上冰面的摩擦力是较小的。哈尔滨体育学院队的三垒姜思淼，之前在2016年就参加过第一届青海的冰壶比赛，当时呢是在一垒的位置上，这一次是来到了三垒。冰壶的四个垒位是有不同的分工的，一般来说一垒和二垒呢，对于他们击打要求会高一些，特别是二垒啊，需要将前面的站位壶可能需要清理开，再一个一垒二垒呢，在刷冰上需要更多的出力，三垒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垒位，沟通一二垒和四垒之间。那么四垒的话呢，往往就是队长，而且打到了四垒的时候呢，要求你投掷能力一定要强。本意是想要穿过自己的两颗黄壶的站位，从中间的缝隙插入到大本营当中，然后形成双飞的效果。这个球很可惜击打到了自己在大本营上方的站位壶，不过客观上呢，也是要让两颗站位壶啊距离分得更开，中路的线路封阻了，但是呢大本营当中的两颗红壶是露出来了。这颗壶是要去站位保护自己大本营当中的两颗红壶。效果还算不错啊，从我们这个视角上来看，是不是站位的红壶和目前这个机位的左侧黄壶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缝隙，但这个缝隙太难把握了。而且大本营当中的两颗目前有得分牵制的壶呢，和大本营上方的黄壶相对来说距离较远，很难去形成有效的关联。岳清爽，这是咱们国家冰壶的名将了，功勋彪炳啊，之前如果大家关注过中国女子冰壶的话，就知道当时在中国女子冰壶
非常辉煌的时候，岳清爽是其中功勋的一员，拿过09年世锦赛的冠军，09年大东会的冠军，还有08年世锦赛的亚军。最好能粘一下。这一壶投掷是非常有难度的，绕过了上方的站位壶之后，到大本营当中，想要尝试粘在目前这个机位上远端两颗红壶偏右的这一颗的上面。不过打得稍微薄了一些，没有能够粘住，自己是滑出了大本营的边缘。这位是哈尔滨体育学院队的四垒王瑞，也是老将，14年呢就随队获得了泛太平洋冰壶锦标赛的冠军。他的职业生涯在混双比赛当中是比较活跃的，16年曾经获得过混双世锦赛的亚军，这个也是咱们国家在混双世界上比赛里面取得最好的成绩。停到了6区，这颗壶现在是距离大本营最近的，双方只剩下一颗壶了。最后这一投非常考验两边老将的功力和判断了。岳清爽之前在国家队呢是打二垒居多，现在的话也是来到了四垒的位置上。刚才投掷的这颗黄壶现在在大本营当中距离圆心是第二近的，这样的话对于红壶的一方呢，接下来的一投可以尝试保守的话，可以尝试去拿到2分，将壶直接送到大本营比黄壶更近的位置，就可以拿到2分。现在整体的局面上很复杂，这个刚才投掷的最后一颗黄壶很难去清理出去，没有办法利用大本营外侧的两颗红壶继续能够保持拿分。冰壶比赛里面后手的一方啊，拿到2分小赚，拿到1分的话就小亏。王瑞以前在国家队也是打一垒比较多，现在来到了四垒的位置，看一看第一局的最后一投。
磕一下。稍微磕了一下，磕了一下之后呢，自己红弧的走位还是稍微偏远了一点，这样的话没能够拿到两分。岳清爽刚才这一局的最后一投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他的这一投出现了失误的话，有可能啊对方会拿到一个大分，反倒是他的这一次出色的投掷之后让对方仅仅后手拿到一分，这个局面对于哈尔滨体育学院来讲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刚才后手方哈尔滨市队拿到了一分，接下来呢后手权转换，第二局比赛将由哈尔滨体育学院队来去执后手。这是一颗站位弧。三球吧，大姐。下一轮非常好，就是力量。没事没事，三区啊，这球能停，能停，再等一等，有点深。OK。中区站位弧，最终的位置停到了二区、三区中间附近的位置。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区是什么意思啊？区的话，其实就是队员之间在沟通的时候，来表达这个球最终能落在哪个位置，它指的是从前置线开始到大本营之间啊，总共可以说分成了十个区域，以大本营圆心，大本营中间圆心这个白色的圆圈上下两个端点做两条平行线向左右延伸，这个区域就叫做七区。看一下大本营中间圆心的这个白色的圆圈上下端点向两侧做平行线，这叫七区。那么七区向下就是整个蓝色的这个圈在下半部分的两侧延伸，这是八区，依次类推九区、十区。然后呢，大本营往上的话就是六区、五区、四区。而在大本营之外，前置线之后，空白的区域、站位的区域分成了三个区域，分别为一二三区。比较多见的开局是一颗站位，一颗入营。刚才哈尔滨市队第一颗弧是停到了二三区之间，第二颗弧选择直接进入到大本营，停留在这个区域的话呢，就是四区和五区之间。啊，抱歉，这是五区和六区之间，大部分是站在了五区上。好球，漂亮，旋球入营，上面有一个遮挡，下方有一颗垫背，这颗弧的位置比较理想。有的时候冰壶比赛可以理解成像是一种古老的游戏，就俄罗斯方块的感觉啊，大家你投一个我投一个，相互镶嵌，相互压制，一个压着一个，直到这一局的最后四垒的时候呢，看看谁突然出现了失误或者留下了一个机会，形成击打，就像是俄罗斯方块等待那个竖长条的到来一样。不过由于战术的安排不同，场面的局势和目前的分数不同，大家也会有不同的策略。
这个就稍微还是轻了一点，最好还是能再往下走一走，粘在这个黄湖的上面。力量很足，轻杖。因为大本营当中无险可守，刚才的一颗战位湖是被直黄湖一方清出去了，所以呢，哈尔滨市队继续去站位。姚明月，我们要没记错的话，第一局两次投掷力道稍微大了一点，这一局是有意的收回了一些自己的力量，但是收的有点多，刚才的两次投掷多少力量上小了一些。刚才这颗壶是掉线稍微早了一些，使得它到大本营当中呢击打的角度比较薄，最终没有能够影响到另外一颗哈尔滨市队的在大本营当中的红壶。打定。这头是要悬壶入营。
准，你看这头效果非常好，擦着上方的这个站位弧，形成了打甩的效果，而且打甩之后呢，自己弧的去向很理想。这一头的第一目的是为了击打出黄弧，目的是达到了。看一下现在局面，离大本营最近的第一颗弧是红弧，之后是黄弧。双方各剩下一次投掷的机会。这头应该是会选择悬弧入营，离大本营比较近的位置。看队友的一个指示的位置啊，应该是悬弧入营的。这个队友指示的位置呢，是说弧投掷的时候的朝向，不是弧最终的去向，因为整个冰面上是带一个坡度的。向外侧投了之后，慢慢的话经过了 K 点，弧会慢慢的向中间旋进。要擦下线。往里面旋，藏在自己的红弧后面。没有完全的藏住，但是红弧这边呢，依然是有两颗弧去牵制。后手的一方，哈尔滨体育学院队，如果求稳的话，悬弧入营拿一分，如果要是激进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个镜头右侧有没有线路啊，能够形成双飞，但这个确实比较冒险，如果没有打好的话，是等于送了对手两分啊。好球，拿一分，打定。距离大本营更近的是后手一方哈体院队，双方两局结束1-1打平。
老将压阵确实还是稳健，双方的四垒在之前的两局比赛里面打出了很多的好球。今天四条赛道在同一时间只有两条赛道在忙碌着，另外一条赛道呢是同时进行的女子铜牌战。除此之外，在今天的中午和下午还会有混双和男子决赛的比拼。第一壶选择先禁区，哈尔滨市队选择去站位。团队之间还是在沟通，场地比较湿滑，摩擦力较小。碰了一下。本意的想法是想要藏在自己的站位弧之后，这样的话变成了两颗站位弧。但是冰壶比赛有的时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比较激进的进攻打法的话呢是两颗站位弧，刚才这一次小小的失误形成了一个激进的局面，有没有可能为接下来的比赛带来一些影响呢？
小不小？正常。击打的力量变成了打定，稍微厚了一点，好的，好球，打甩成功，藏在了红弧之后。刚才双方连续四颗弧都是在围绕着大本营中线左侧这个位置做文章，相互的去击打。清障让场上的局面变得清爽一点。现在中路和目前这个机位的右路是完全敞开的。好球，依然是打甩。又到了双方最后的四颗弧，现在呢，场面上有效位置的弧总共三颗都是红弧，其中两颗红弧是在大本营当中。Oh!
各剩下一颗胡。局面上依然是后手一边哈尔滨市队两颗红胡在大本营当中。这颗胡打定，打定的话，哈尔滨市队最后一颗胡只要也用同样的打定，将黄胡踢出大本营，就能够拿到两分了。这一投对于有国家队经验的老将来说不在话下，两分到手。利用第三局的后手权，哈尔滨市队是再拿两分，现在大比分上3-1暂时领先。这颗胡看起来力道不小，因为刚才的红胡呢是半只脚踏入了大本营当中，所以并不受到五胡制的保护，是可以直接击打的。二三区之间的站位，
两颗鄱阳湖离得比较近，而且形成了一条直线，这是形成了关联。如果接下来的湖在大本营当中的话呢，可以利用上面的两颗站位湖啊，传击进行击打。站位湖放的位置高一点，比如在一区、二区的位置，能封阻的线路就会多一些。可以等线啊。大本营外的站位湖的位置低一点，在三区甚至贴到大本营的边上，就有可能对接下来的比赛带来一定的 X 因素。哈尔滨市队的二垒姚明月，这几局比赛一直是在尝试找手感。线路小了一些，黄湖下线之后呢，击打到了自己的站位湖。线路不小啊。过了 K 点之后下线。站位湖击打击打开，接下来下一头应该会选择在大本营上方去站位。好球，漂亮！双飞的效果，差一点点打成三飞。姜思淼几次击打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大本营当中两颗红狐牵制，而且两颗狐距离离得足够远，利用一颗狐很难去同时清理掉两颗红狐。用户比赛场地的长度，两条前置线之间是30多米，而且大家能感觉到场地比较空旷，再加上有如果要是有观众的话呢，场地会比较吵闹，所以队员之间的沟通基本靠吼。特别是在投掷之后和自己擦冰的队友之间的沟通啊，不光是声音得大，还得带着这个气势，带着语言上的强度啊，表达出这个到底这个球是该放还是该擦，擦的力道如何。所以说冰壶呢，队员之间是非常需要默契的。这个点是不是就得投这儿来了？对啊，往那边点，靠这块呗。那我就是不是得给你这个点？哎，这滑度就有点难搞啊，这个点。但是这点没打过。我试场地的时候，投的这个点，啊，就大概这个位置。三边，我觉得那点行。走，就不知道滑的。就还过近。对，我俩给你踩。完刚才我这边就是那个力量。完刚才那个力量。行，对。提醒，我感觉小一点啊。这样没投，送我，先开脑袋练好。可以下线，可以下。力量为主，进腰为主，力量不能下线啊。马阿姨，来来，提醒啊。二，好球，好球，两颗弧。在大本营当中的话，处在一个目前这个视角上非常水平的一条直线之上，这样的球无论如何一颗弧是没有办法清理开的。目前的局面对于后手的一方哈尔滨体育学院队来说很难拿到大分了。第四局最后一投，不出太大意外的话，应该是一次打定，打定也好，直接去投壶进营也好，后手一方还是要拿到一分。
没问题，后手一分。决赛的对话里面，两支队伍还是发挥出了强队的特点，牢牢地守护住了自己的后手局。目前还没有过先手偷分的情况啊。八局比赛进行了一半，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的第五局的比赛。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中国国际冰壶精英赛中国公开赛决赛日的转播。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决赛，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五局。双方在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呢，没有打出来大分的局面，但同时也都牢牢地守护住了自己的后手权，后手的一方都是拿到分数了。整体上这条赛道今天冰面稍显湿滑，对于双方的选手读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冰壶比赛是越到比赛的后期，冰面上的变化会越多，冰面的温度、场馆的温度，包括空气的湿度，包括气流的流向，如果要是有观众的话呢，包括观众散发的热量都会对冰面带来影响，甚至你这条赛道啊，到底是离门更近还是更远都会产生影响。好多时候我们看转播冰壶的比赛，可能一开始前半场比赛冰面上是这种磨砂的质感，看上去啊这个反光呜呜的，并不是很亮，可是打到了最后的七八局八九局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镜面的反射，这些都对运动员如何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分配体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尔滨市队刚才的第一投直接是放出去了，力道有一些大。那么现在场面上是哈尔滨体育学院队一颗入营，一颗站位。第一目的达到了效果，打飞了黄壶。这是正常，还行。队友之间沟通还是在给彼此鼓励啊。就从我们刚才这个视角上，个人认为还是力道稍微大了一些。因为刚才那颗壶呢，如果力道小一点的话，冰壶下线之后击打的位置会更加理想，那么打飞了对手的壶之后，自己的壶也能够留在大本营当中，向内去来甩一下。姚明月今天之前几局比赛里面还是在一直找手感，大了，这球应该又是直接放出去了。其实对于两边运动员来说啊，经过了短暂的这个四局五局之间的休息，还是得找回上半场后几局的那种状态，因为刚才这几次投掷呢，让我们看到了好像是像第一局的情况，对于冰面上的这种滑涩度不是特别的适应。
击打大本营当中的这颗壶，露出了小半个头。卡体院的三垒姜思淼之前有多次击打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包括上一局有一次差一点打成三飞的击打。薄了，甩远了。刚才姜思淼的第二投，这一局的状态是有所起伏的。那这边吧。第二投呢，是把自己的黄虎踢到了大本营之外。啊，放出去了吧。冰面很滑，这一局双方都投出了多次啊放的比较大的这种投壶。好球，好球，稳健。岳清爽还是发挥了队内定海神针的作用。
各生一只壶，大本营当中红壶离圆心更近，但是在外面的红圈的位置上，两颗黄壶虎视眈眈。这壶应该是选择去粘在大本营当中的红壶上方。哎呀，可惜了，力道稍微大了一点，没有让这个冰壶经过了 K 点之后呢，快速的下线，没有打到中间的红壶。这样的话，哈尔滨市队他的最后一投，只要不出太大的失误，稳稳的悬壶进营，容错空间是非常大的，停到白圈里任何一个位置都能够确保自己这一局拿到两分。没问题，两分到手。哈尔滨市队还是展现出来了很好的竞技状态。五局比赛之后，现在已经是5-2领先于对手了。哈尔滨市队呢，虽然说一垒、二垒就是前面的站位壶啊和一开始的击打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但是三垒、四垒把握性非常高。剩下三局比赛，哈体院如果要是想取得比赛的冠军的话，得追三分。第六局。大部分是站在了七区里面。旋转稍微少了一些，这个壶啊，旋转少的话呢，就会沿着这个惯性向一边偏出去了。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出手这一瞬间轻轻带出来的旋转，这个对于最终的球的走向非常重要。
节奏啥都是一样的。哈尔滨狮队前两次投掷都选择了进入到大本营，这是比较保守的打法，因为现在毕竟还是领先着三分。好球，非常准。作为落后的一方，一定是不会轻易的把这个局面变得简单的，因为局面越简单，对于领先的一方越有优势。领先的一方恨不得局面上一颗胡都没有，这样的话，后手一方只能拿到一分。而相对来说，落后的一方就会希望局面上变得复杂一点，这样才有机会拿到一个大分。打定，打定之后，让刚才位置非常不错的黄胡变成了自己的垫背胡。好球，漂亮。目的是双飞，最终的效果还算理想。虽然没有能够完全把另外一颗胡彻底清出去，但是现在中路局面如此复杂，左侧的这颗红胡很难在最后计分的时候带来影响。好球，哈尔滨队的三垒梅杰啊，发挥一直也是非常稳健。现在局面上对于先手的哈尔滨狮队又是很有利。下线。
下点线。你别放。下点线。选了个 D 计划。教练，你放心，别顶线擦。A、B 都没成，选了个 D 计划。这不刚才教练不说了吗？你下线擦。刚才大家应该也听到了啊，姜思淼说这个自己没有选择最优先的 A 计划。实际上冰壶比赛里面的投掷并没有绝对的说哪一投是对哪一投是错，主要还是在于整个球队的战术，也包括队员对于线路和局面的理解。打定，好球，打甩。暂停。我也无奈，因为我觉得哪一个就是最多两分。长得好看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打完之后，他还在定在上面，然后他们就往里旋。还莫不如你现在就往里扔，因为你只要想打他，哇，那你歇会儿，那就有点晚。因为你要打定之后，他肯定是往里旋。还莫不如你。他旋一个你吧。力量，所以我不太那啥。但是你要投，用这边投啊。他只这边。哈尔滨队叫了暂停。老乡，我瞅了，说那拿分打就行，这局给他两分是底线的 ，OK 的。你就拿前面打个乱麦，你现在打开乱麦，他投多少，注意角度，没有角度不大包了吗？对吧？你再给他两分，你把前面打开乱掉更好，乱麦把前面清开走。行吧。对吧？完他投有大包就找大包，没大包找个近点打定弧，他打不成，对吧？你觉得完了？严谨，这边点啊。张振鹏指导简明扼要指出来这一个击打的打法。张振鹏指导呢，也是原来国家队的主教练啊，曾经执教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中国的冰壶队。往前面打开的啊，白叫了咱去，正好击打还能缓，歇一会儿都看不着底。那暂停还有50来秒呢，你不着急？没事，来吧，不用着急。漂亮，传击。哈尔滨体育学院队这一局恐怕又是没有办法拿到大分了。
粘上，好球。好球。大一点点，送老着急了。擦一擦，没听你的。局面上，黄湖距离圆心更近，哈尔滨体育学院队有机会这一局拿到两分。这颗湖是红湖在击打之后向左侧滑出，留出来了线路。对于哈体验来说，这一壶去打一个打定或者打甩，把这颗红壶踢出去就能够确保两分了。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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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又是利用后手拿下两分。现在是六局比赛结束之后呢，哈尔滨市队5-4暂时领先着一分。打到了第七局的话，哈尔滨市队将会是后手。如果他们能够拿到一分的话，6-4进入到第八局，那么哈尔滨体育学院队如果能够后手拿到两分，双方战平。反过来，假如哈尔滨市队这一局直接后手拿到两分的话，领先着三分进入到最后一局，那就对于自己的这一边是非常有利了。伊磊、江春梅注意力显得非常的集中，看一看哈尔滨市队马静怡第一投怎么样。四五这路 OK， 就是力量，这路非常好，就是力量，可以力量，能等选择进营，可以打油，那次我去就行，打油能擦身了，效果不错，效果不错，藏住了，但是位置呢，处在大本营中间偏后的位置，这个是容易被对方当成垫背壶的。
能停吗？急。下后边。站后面。这儿吧，来吧。行，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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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还行，还行。后路。OK。OK。小点。力量大的话，球速会比较快，那么无形之中就会给扫冰的运动员带来更大的压力。力量小一点，球速会相对慢一些，滑行的距离短一点，那么扫冰的运动员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好的，辛苦了，辛苦了。队友之间爱称这个一垒麻静怡叫麻怡，而且在他扫冰的时候呢，一直也是在给他提示，同时给他鼓劲儿，扫冰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还不错，打飞了一个，这真的是擦着自己的站位弧啊，窜进大本营当中的。哎，这个镜头可惜了，运动员的裤腿挡住了，显示两个弧中间有多近。可以，一垒和二垒一般来说是队伍里面扫冰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刚才呢，刚刚投出来自己的这一记弧之后，二垒姚明月立刻上来去替掉了三垒梅杰，来去继续刷冰。大本营中间四颗弧形成了一个口袋，中间是有空间可以旋进去的。
球减速的。所有我那俩球是都减速的。结果来看稍微小了一些。传机。只是清开了上面的站位弧。这是要击打自己的黄壶，向里面清理出去两颗红壶。姜思淼普遍这个力道上还是有所保留，这个从上半场比赛前几局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过还是把这个局面呢变得稍微简单了一些。大本营现在圆心更近的是一颗红壶，之后是黄壶，再然后又是一颗黄壶。而且壶中的大本营当中的这些壶啊，无险可守，现在是没有站位壶的。Thank you.
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一局比赛如果哈尔滨市队能够拿到两分的话，让哈尔滨体育学院队落后三分进入到第八局，那其实就不好追了。所以这一局比赛对于哈尔滨体育学院队来讲的话，还是要尝试把比赛打得简单一点啊，让这个局面比较清爽，对方拿一分，自己在第八局去追两分，还是比较可行的。这个打甩之后走向很理想，各胜一颗弧，红弧现在离大本营更近。黄弧一方呢，如果要是把红弧直接清出去，就基本上可以确保这一局只让对手拿到一分了。岳清爽今天多次投弧效果都很不错，没有出现过太大的失误。开始下线击打，哎呦，这样的话黄湖现在离大本营是更近啊，但是第二离大本营近的是红湖，也就是说如果哈尔滨市队的最后一投呢，把在大本营当中离得比较近的这颗黄湖直接踢走的话，那么哈尔滨市队是可以拿到两分的，也就是他们就可以以7-4领先三分进入到第八局。这一投其实对于王睿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主要是在于心理上的压力。可以讲这一壶如果投好了，可能比赛的胜利已经大半收入囊中了。能不能扫出去？能不能扫出去？看一下，两分，哈哈，最终还是差一点，没能够将第二颗红弧扫到比黄弧离大本营更远。刚才爽姐打了一个也掉了，哈尔滨市队除了第一次后手局拿了一分以外，接下来的三次后手局都是稳稳的拿到两分，现在已经是取得了七分了。7-4领先进入到第八局，那么哈尔滨体育学院队如果想赢的话，这局比赛至少得拿到三分，争取进入到第九局。如果这局没有能够拿到三分的话，那么比赛就将结束了。在双方之前的循环赛当中呢，哈尔滨体育学院队是以2-10啊，非常大的一个分差输掉了比赛。所以至少从心理上来讲，哈尔滨市队面对这个对手，他心里是不怵的，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这局比赛我们需要一点点观察，作为落后的一方哈尔滨体育学院队如何去布局。那么哈尔滨市队的打法我想应该会比较简单直接了，就是让局面变得简单，让对方尽可能少的弧留在场上。
力量可千万别大。如果要是进入到大本营当中的话，哈尔滨狮队是可以击打的。现在一颗湖就是一个种子呀，种子没了，大地上是长开不出花朵的。可以，这个球停到了大本营外面。依然还是五球制的保护机制，前四次投掷，双方是不能够把站位湖打出去的。这小，这小，这个真小。五区啊！我来，妹妹起来。线路非常好，就是力量。大姚加油，五区五区进行就行。上上来。大姚，来加油！大姚，大姚，大姚。不擦掉线，辛苦了，哎、好球、让你俩刚才放，我说让你俩刚才没擦，这个让你俩擦，十四秒五十秒，领先的比较多，而且呢跟对手之间也是比较熟悉，所以现在在心态上哈尔滨狮队比较放松。投的不错，看看最后能不能掉到可以七区的位置。前两次投掷哈尔滨体育学院队这边一垒是没有问题的。江春梅，对，稍微外面漏了半颗头，现在到了二垒就可以开始击打了。按照军事上的思想啊，就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哈尔滨狮队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把对方的湖踢到大本营。哎呦，这一下没打到，擦肩而过。看起来也就是两厘米啊。击打，吓死我！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要吃走了！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那个，再擦一擦，老梅，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好的，漂亮，打成了双飞。这一下传击之后线路发生改变，利用黄湖打掉大本营当中另外一颗黄湖，这一下非常精彩。继续向后藏，这一头是有双飞的线路的。
没有打成双飞，但是清除了一颗。打薄了，打薄了，打薄了，打薄了。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薄以后，就是说如果击打之后啊，被击打的那颗球走的线路比较直，这个我们就说是打的比较厚。如果要是说它走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角的话，就是打的比较薄。力量大了，停在九区，双方各剩下三颗弧。继续击打。传击，再点出去一个。那么现在对于执黄湖的哈尔滨体育学院队来讲呢，他们需要追三分，场上现在大本营当中只有一颗湖，他们还有三次投掷的机会，也就是说理论上他们最多还能够拿到四分，但实际上已经非常难了。局面现在经过多次的击打变得非常的干净啊，场上就压根没有几颗湖。先手的哈尔滨市队一边的话，可以瞄准了，露出任何一颗弧，只要在大本营当中露出来就打，露出来就打。也许比赛会提前一两次投掷就会结束了。这两颗黄湖在大本营当中，但是呢没有球遮挡，所以接下来哈尔滨市队如果能够打出一记双飞的话，就可以直接提前三颗湖拿到比赛的胜利。王瑞，第八局比赛第一投，目标是打出双飞的效果。击打，双飞，好的。这样的话，场面上大本营当中已经一颗黄湖都没有了，而哈尔滨市体育学院队至少这一局需要追三分，所以比赛结束。最终是哈尔滨市队以7-4战胜了对手，获得了这一届中国国际冰壶精英赛中国公开赛女子组的冠军，我们恭喜他们。好的，就是今天这场比赛转播的全部内容，也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其他赛事转播。观众朋友们，再见。